近日，有网友目击到胡歌现身上海野生动物园，对于胡歌的出现非常突然，着实给游客一个大惊喜。游客不停用手机拍照，而胡歌一路上主动保持微笑。胡歌一身休闲装扮，简单低调。游客本来都是去看熊猫的，而看到胡歌后就去追老胡了，吸引了不少少女啊！网友看到这组图后，纷纷围观评论道：“本来都是去看动物的，结果变成了看胡歌，胡同也挡不住他的帅气。”至于嬉笑容，非胡歌莫属了。